他拍咱们的老年人生活的，外国的，外国的，上化妆的，嗯，姑爷是小孩，是小孩，真是，多大年纪呢？十三，十二，虚虚实实，哎，看他抓的，哎呀，看他回来的，啊，谁打了个西瓜？哎呀，放，你看他这钱去，看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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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些，哎，那这里的，你做好了，不是，你把两把吧。 在这里，请允许我代表我们金盛水母研究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
基本上我父母包包差不多，见了一面就哎，我说来就中意，同意了。我这确实是。那我先两天先聊完喝酒，我们话就是，先结婚喝酒来了。那奶奶，你第一次看到爷爷，你有什么想法？ 哎呀，没啦，身体舒服，不正是就是，奶奶就是人家家庭不好，家庭苦恼，有个人帮衬那个就是那个家庭就行，没啦其他的，舒服。我们结了婚以后吧，对不管家庭，老家认为。 也结了婚了几天就，父亲的事，是了，你看，父亲，你俺们这两个弟弟还小，这是哎呀，挣的钱还不得，兄弟姐妹挣，马上做灯以后就俺们挺好。 我们互相的条件不一样，生活些没买一个车子的，就这个结婚可简单。嗯，不过呢，不过结婚还是可隆重的啊。你看这个结婚也简单，这个没有没彩礼，不像这个没彩礼。现在可是有彩礼，又不要彩礼，又不要生。 没汽车呀，没啥呀，骑一个自行车就来了。在俺们从那个陆家庄，当时哈在那地方，在那端着个高会计，结了婚以后，后来当时过了是一年多。 结婚装备是吧？看见哎，双眼差不多，天天哎，那做这一单呢，就行了，不做这个话的，过不下去的呀，说那时候其实没那么个想法。俺母说老一辈子啊，茶，说老是不是不好办，怪我不茶。 讲就是谁反正，因为你老爷爷的事不好，他故意打他来放革命的，实际上呢，他并没拿那个事情，他是被冤枉了的。可是那也没办法，让我老女儿，你没说的，那你不能说个啥？那真是个，那真是个在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你说话的事。
是时间刚缓，完了你的劳动改造大的，就是那么个意思。反正是具体吧，反正是都是一般都是很自由，就是你这个这个，后边劳动啊，挣工钱嘛。来拿一张十分，找张九分，你不给你不给你读，你的家庭不好，这就是这一点。你就是刚缓是进得了岗。 那当时反正是这啥也是受害的，排挤的啥也不让你干，就是受苦。那就是大姑、大爹、二姑还有我爸，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。啊，他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，差不多都是那阵时。那他们成长的时候是不是有被这个？成长的时候，反正是他们也是受害的。好比。 红卫，他们红卫兵那真是很好笑，他们当红卫兵是不可能的，反正是，结果你大姑到心里头是痛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吧？那那当兵的当了十年，他就，啊，他就是山上的，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完了，就住船都是不行的，到了。 至于在谈到出去上学出去的时候啊，现在咱们家的吧，咱们这人吧，就你吧，不好欺负人，又不能送礼，咱也没啦。反正我爸爸考在南郊的时候啊，本来应该是保送生，就是那些小人，不保送。 但是找了官吏，有时候是你能考这，别人保送，就这意思。那那那那暂时还要是肯定是应该是保送生，因为他在学校呢，他是老师第一，跟人家那老师和校长长得，因为咱们在家庭不好，那就处处要压你的头，那就不保送，咱们也不会，给他老师送礼啊，或者说些花呀什么的，反正。 有你大姑娘不？总算是那真是考出来，那真是个经济还不错。哎，他们能考就上上上了。就出去先上班去了。你爸爸反正就他小，他就是他爱上学，爱看书，就是他就培养出他来。 他那山是拿他自家耕，你就这里俺也没拿地管了。因为谷不上广场嘛，现在俺上过自觉。不过后来还是算不错的，就是出去了，就给喊你大伯，你大姐没拿出去，但是你那就是家里厉害呗。那暂时还在石秀行是不行，大伯，那家不会的吧？结果是累坏了。 要过这些年是也出去了，结果呢，厉害的是，受他过得不好。反正这个在十年，就是这个在八九年，哎呀，你是这是在八三年的那阵时候还不行，还是受害者。这个戏呀。 慢慢的，这个在，他这个在慢慢的，这个在就是从党小平社会以后才开始，不闹的阶级斗争了，这不闹阶级斗争了，这才好过。因为他不批，他也不开会批斗，脸也不挨了。你要是一闹阶级斗争嘛，就出身不好的，那当时出身不好的。 那就是说是狗崽子，你地富发挥有子，那就是都是狗崽子，那就处处就压得你比较难看透。哦。
你好，大陆口子不少。不过好歹吧，在晋城村来说吧，经济条件还比较是好的。要是在其他村了，或者是来说，就是你家要是留客人，就是光要是动荡嘛，根本过不下去，那就不是个杀生活了。那晋城村啊，它经济条件比较好，哎，收下客户还能经济过下去，还能过下去。那今年嘛，万一再到木兰钱哈，基本说大概平息。 一年正好来几千万，大概平。都是木兰钱还没见，一年嘛哈，没钱就借给两块钱，差不多能过了，还算幸运吧。要是在其他村了嘛，分红少，那确实是不好过。你没啥说的，就一个就是收了苦就摆着。 老老，俺们就兜里头就比较好过了。文化大革命从这四千年多开始，这就是文化大革命。这都是大概就是一回事情。就收入可能也带了个毛子，就是历史上的。 就是说的，这个实际上再说不上来，实际上就是，实际上就是个收购，只有家人是个老大，就顶缸里的。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顶缸里的。我呢，俺爷爷上一世也那小，那就基本上没那手机，人家小，那真是个才十几级。文化大革命，闹一历史不好。 嗯，收了好几个，收了七。可能以后平房就好了。又没拿平房，平房，那就是过了不长的时间，不拿这就对着。那以后就算了，还老爷爷就平房了，平房了嘛。就没拿平房了，平房了，就不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 那是真的不能接，是的，家庭不好，也带他们四个，出去人刚回来吧，人家别人挣的工分多，他挣的工分少，跟带着四个娃娃可辛苦了，从小的，怕害怕他们吃不好、睡不好，所以一定要他们长期。反正是他们四个来说啊。 他们四个来说啊，基他们虽然是手下海，俺他们没拿手机，娃娃们都没拿手机。家里的好几把，基本上都是干的，农民的干的。他虽他们，你说些肉煮饭呀，有啥那该去煮炒呀，那些啥的，基本上不用他们干，都要干。一辈子手熬，一辈子嘴。 现在好了，他们都长大了，这个。
拍照，哎，行了。